工作。我的妈呀！今天我来到了义乌国际商贸城，我今天想看看这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像网上说的真的那么便宜。这个居然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，我们现在在一区，然后这里总共有六大个区。我的。我的妈呀！一恐龙家，这流行的非常大。这一盘贵吗？7.5元。这是你的理想女友吗？啦啦啦啦啦啦 ！Don't play around, don't play the fool, don't mess around in my head.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希望你可以诚实的回答我。你现在过得好吗？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。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，还不如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。为什么男生都喜欢瘦瘦高高的小姐姐？哼，你见过蝎子摆尾吗？改天是哪天，下次是哪次，以后是多久。
Till I'm drunk, yeah. Smoke till I'm high, yeah. Castle on the hill, wake up in the sky.